欢迎我们的对，这是我们的视障朋友，对，小心，他们都远从别的县市来，也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募款，他们不惜很辛苦，谢谢谢谢这位大哥，谢谢，感恩感恩感恩你的善心，谢谢。好，那您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好，没有关系，然后我们呢，这是麦克风。各位市民大家晚安哈。我是个盲人哈，小弟姓陈，杨老师是我的师公啊，就是老师的老师啊哈。身为盲人协会的一份子哈，我由衷的感谢杨老师及各位的那个演奏者哈，在这边的那个全心的付出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好，麻烦，谢谢。感恩感恩，谢谢谢谢这位大姐，谢谢。谢谢。
谢陈先生。